所以我们会协助远距医疗服务呢逐步扩展，中期呢将扩增设备，再增加肝胆肠胃科与心脏内科的诊疗服务，后期依执行成效增设各医疗专科，我们希望建立专科医师资源共享，并提供第二意见，让偏乡地区也可以获得医疗中心的诊疗资源及它的品质，提升在地医疗服务，实现在地就医、在地医疗、病人不动之医疗服务。那最后代表高雄长庚医院再次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，并请各位嘉宾能够持续给我们鼓励与指导，让我们可以成长。祝各位嘉宾一切顺心、平安、快乐，谢谢。